Thank you.
表现希望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右手边教堂的建筑上面，我们特别为大家预备了一段声光秀。怎么会看到有光彩炫亮的光影随着乐声漫步在教会的墙面上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来拍摄。当光影随着音乐倾泻而出，流光溢满在整个亮灯的广场当中。随着光影的变化，大家也可以欣赏教堂建筑的美丽。荧光之飞，还有我们的斑斓之艇也亮起来了。在大家的左手边可以看到有一个亮星光的拱门，而接着大家可以看向你们的后方，我们的荣耀赠礼有一个礼物倾泻而出，非常的美丽，也代表我们希望送给大家最好的圣诞礼物。接着大家可以往前看到我们后方的幻彩光屋要亮起来了，而紧接着最后也就是我们的姜饼城市，还有我们的圣诞树，以及我们有漫天的雪花纷飞。再给我们登是一个最热烈的掌声。哇，看到我们漫天的雪花降落也非常的浪漫，非常的温馨。所以呢，没有错，这是雪花片纷飞下来。